网络特派员调查指出，近日在社交软件 IG 上疯传一项盗自拍账号活动，如果你还没被盗，那就代表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女丑男。在此呼吁大家把握时间赶紧被盗，呼吁活动方，如果你需要照片可以私讯我。以上记者陈景彻整理报道。不要不需要钱，签一个，签一个。你手机在哪里？你知道我手机藏在哪里？董志宇，董志宇，你在找手机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的泪就喷的，这就是他的日常啊，各位。我就想坐下好好休息一顿。